一个爆款游戏的产生离不开传神的动画表现，如何正确制作游戏动作，如何表现角色的特色，传达角色性格，如何摆 pose 才能优美，力量感是如何表现的，飘带的使用方法等，这些都是关乎成败的重要因素。只有掌握这些，你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游戏动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正廷，从事游戏与动画设计七年，参与过网易、腾讯、十三居等各大公司的动画外包项目的制作。本次为大家带来游戏动作养成计划从零到一百，摆脱以往教科书式的教学方法，结合大量案例，全方位解析游戏动作设计，为进军游戏动画设计行业的你打下扎实牢固的基础。本道课程分为初阶篇、中阶篇、高阶篇三个阶段，至高量多并且通俗易懂，从基础的动作设计到高级动作设计，逐步深入，层层进阶，让你也能够拥有构建角色性格、赋予模型灵魂的能力，为你打开游戏动作设计的大门。在本套课程中，我将结合多年的工作经验，剖析工作中必须掌握的知识点，让大家学有所成，学以致用。最后，祝大家学习愉快。